为加速台湾产业转型升级，政府积极推动五加二产业创新，作为驱动台湾下世代产业成长的核心，为经济成长注入新动能。而为了布局关键前瞻技术及引进高阶人才，形成产业创新聚落，在科技部与中研院联合指导下，农业生技分析与促进办公室与百年大学国立中兴大学合作，广邀国内产学研各界参与农业生技卓越创新论坛及媒合会，希望能够促成产学双方共同投入资源，对台湾农业生技研发及产业发展带来贡献。我们以农业为主，但是可以连结呢这个循环经济，连结绿能以及呢这个生医方面的这个发展哈。那可以连结在地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一定是在地生产，然后在地来创造它的价值。那我们的市场呢是放眼国际，所以呢确实呢在我们这一次所举办的跟中兴大学合作的这个大学的生技方面的这个商机链接呢，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而且呢可以呢带动这个产学的这个合作，这是非常重要一点。可以透过这个论坛的机会呢，以及媒合的工作呢，可以把这样子的学界的这个创新的这个知识创新的宝库呢，可以让业界呢可以来充分了解。事实上，中兴大学在农业在生物科技方面的研发成果非常的亮丽。事实上，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准也已经跟欧美一些一流国家的大学并驾齐驱。透过结合产学双方资源与技术，并且透过中兴大学百年来的深厚底蕴，本次农业生技卓越创新论坛及媒合会将聚焦在台湾未来的农业生技研发突破及产业升级的典范效果，达到引领产学双赢的目的。本次农业生技卓越创新论坛及媒合会的重头戏，除了学研界的技术突破，更重要的是在于产业界的参与开发，将大学的研发能量有效地转移给业界，或是与业界进行合作，业者将成果落实到产业及市场，并有最好的制裁布局。一家公司的成立绝对不是说它技术优异就够了，绝对不止。好，包括一家公司要成立，管理、资金、行销、通路等等，它牵涉的层面就非常广，所以技术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但是它还有我刚刚提到的三四个面向要去考虑。所以要成立新创公司通常来讲还真的比较不太容易。透过本次农业生技卓越创新论坛及媒合会的举办，将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业科技产业化的产学合作，以及技术转移授权与国际专利的布局。透过媒合会以后邀请和这个中兴大学研究相关的领域的业者来和中兴大学做面谈哦。那面对面谈的话，那可以是把业者的需求那能够直接和中兴大学的团队呢做一个了解。从中兴大学偶尔呢会能够把中兴大学的一些原来研发的一些技术成果寄转给这个业者去生产。那从业主的角度非常重要，就是业主在目前在很多的研究工作的成果呢，会变成业主在这样子在推动它的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后盾。由于台湾产业发展的历史因素，许多企业并没有自身的研发单位，而学界的研发能量过去也经常无法获得有效运用，因此透过媒合会将与学界相关适合的业界进行媒合，将能够有效快速地带动整体产业升级，同时创造产学合作的全新未来。整合是一个关键，因为每一个老师他有个别的专长，但是要解决一个大的问题，他一定是要整合。所以做老师的在大学当中很重要，就是有很多的可以实践到社会的技术，其实如果放在一个抽屉里面，那是很可惜的事情。这个延伸企业呢，大学这样的一个制度上，是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学校的发展，在未来来讲是很重要的。
今天这个媒合会，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许多所谓的跨领域，那这个也是现在世界的潮流，我们应该结合我们的长处，那懂得去跨领域的合作，那产生不但是技术的创新，同时事实上也可以整合更强的团队，那我觉得台湾在这一块事实上是很有机会。针对这个时代趋势，当然就是任何一个行业你能解决这个时代面临的大的问题是什么，所以这个我们认为在人才上有没有这个技术上要有集中这种研发能量，如何让博士后的这个人才进入这个研发单位，这个是一个我们认为是关键。那么呢，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市场很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连接到国际去，也就是说呢跟国外的公司可以来进行合作，或者是呢共同开发市场。对发展中国家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科技，新的农业科技的应用呢，可以带动这些发展中国家农渔业的发展呢，那扩大我们国家的影响力哦。这个是，所以在这一点来讲呢，我们透过农业呢，确实台湾可以发挥我们的国民外交的实力。所以农业的发展对台湾的生存来讲，发展来讲应该是非常重要，因为它的贡献会是多面向的。